韶山小木匠张友成撒谎智救伟人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主席深陷困境？一九二五年，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，举办农民夜校，创办学齿会，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，使党员迅速发展到了二百三十余人。依靠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，毛泽东组织了有名的平跳组进斗争，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。明明是造福百姓的事，为何又会陷入困境？ 这件事还得要从头说起。视频开始前，请粉丝朋友点击右下角的关注，支持一下。一九二四年，超负荷的工作量和两党同事的不支持与不理解，使毛泽东患上了神经衰弱症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脑病。同时，党内外的不团结，自己的才干与抱负无处施展，又让毛泽东在脑病之余多了一块心病。为修养两病，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韶山。 回到家乡的毛泽东并没有懈怠，他先是去走访了乡亲，了解了如今农村的基本情况，同时向他们讲述了如今的国内外形势，做初级的思想发动。然后发动了当地的知识分子，通过创办农民夜校的方式，向农民们普及文化知识，并宣传革命的道理。同时，毛泽东开始建立群众组织，其中就包括了农民协会和学耻会。学耻会以打倒列强。 洗清国耻为口号，壮大了农民革命的力量。中共韶山特别党支部也随即成立，为群众组织提供了坚实的领导力量，使得韶山的革命活动更加有步骤、有重点，开始从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来进行斗争。政治层面就是通过学齿会来进行反帝宣传；经济层面，毛泽东领导了平跳组进运动。十年韶山大旱，然而。 地主豪绅们却不顾农民的生死存亡，趁机抬高米价，企图以此来中饱私囊。农民个个吃不饱饭。面对这一严峻形势，毛泽东领导的特别支部迅速行动起来，发动农民开展斗争运动。他们不仅积极组织农民进行集体抗议，还通过各种途径揭露地主豪绅的丑恶行径，唤起广大农民的觉醒和反抗精神。在毛泽东的领导下，农民们团结一心。 勇敢地与地主豪绅展开斗争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文化教育上，曾经的乡村教育一度被当地劣绅所垄断，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，将教育变成了一种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工具。农民们往往因为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而陷入贫困和无知，无法摆脱困境。党支部通过一系列措施，成功地夺回了乡村教育权，清理了那些滥用职权剥削农民的劣绅，积极推动乡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。 他们倡导平等、公正的教育理念，让每一个农民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。农民夜校也越办越多。一项项的运动深深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利益，直接触及了豪强地主的核心利益，使得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一时间，领导人毛泽东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，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。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，这些地主不惜一切代价，多次向反动当局提供关于毛泽东的密报。 这些密报详尽地描述了毛泽东的行踪、活动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状况，成为了反动势力追捕毛泽东的重要线索。在反动势力的阴谋之下，毛泽东不幸遭到了枪兵的追捕。韶山小木匠张友成撒谎智救伟人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？韶山木匠张友成比毛泽东年长几岁，却是他儿时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朴实厚道，善于言谈，拥有过人胆识。 以其精湛的木匠技艺，在乡里享有盛誉。张友成的手艺堪称一绝，他精通各种木工技艺，从简单的家具制作到复杂的木雕艺术，无一不精。因此，他的雇主遍布乡里。毛泽东的外婆家离张友成家很近，外婆家的木工活自然都离不开张友成的巧手。这样的关系也使他们的来往更加频繁。他们一起放牛、砍柴、玩耍，共同度过了无数无忧无虑的时光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 张友成家住在韶山通往湘乡的山坳上，那里风景秀丽。正是这样一个隐蔽的地方，成为了毛泽东在危机时刻的避风港。枪兵紧随其后，匆忙之际，毛泽东赶紧跑到了张友成家躲藏起来。张友成面对突如其来的枪兵，表现得异常镇定。他巧妙地编织了一个谎言，告诉枪兵们看见一个穿蓝长衫、蓄西势头的人往湘乡方向逃跑了。 当枪兵们质疑为何不放走这个可疑人物时，张友成以一副无辜的表情回应道：“一个教书先生，我干嘛要抓他呢？”这种机智应对让枪兵们放松了警惕。然而，枪兵们并未完全相信张友成的说辞，他们怀疑那个逃跑的人就是共产党。面对这样的指控，张友成依然保持镇定，他反问道：“他额头上没写字，我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呢？”最终，枪兵们无奈的离开了。 毛泽东得以在张友成家的木匠棚里暂时安身。随后，张友成迅速找来了一顶轿子，扬称轿子里坐的是一位郎中先生，实则是护送毛泽东去如意乡杨家庄开会。不料，在途中又遇上了程旭生派来的团丁，他们一个个手上都端着枪，凶神恶煞的向张友成等人质问是否看见过毛泽东。面对团丁的质问，张友成表现得十分镇定。 他从容不迫地回应道：“什么毛泽东、毛泽西？我没看见。”他巧妙地运用语言的双关，既否认了见过毛泽东的事实，又暗示自己对这位传说中的革命领袖一无所知。这种机智的回答不仅避免了直接冲突，还巧妙地引导了团丁的注意力。然而，团丁们并未完全相信张有成的回答，他们继续追问轿子中的人是谁。张有成回答：“是郎中先生。”他们不依不饶。 甚至提出要查看轿子中的人。面对这一紧迫的局势，张友成毫不示弱，他大声斥骂团丁们，表现得异常激动，仿佛是为了家人的病情而焦急万分。就在紧张的气氛中，轿子中的毛泽东泰然自若地佯装答应他们的要求，这才让团丁们放松了警惕，将他们一几人放行。毛主席也顺利脱险。分开时，张友成还将自己的一些盘缠赠给了毛泽东，以帮助他渡过难关。 这种无私的帮助和深厚的情谊，让毛泽东终身难忘。在韶山分别后，张友成和毛泽东各奔东西，如同两条相交线在一点之后渐行渐远。岁月流转，数十年间，他们未曾再次相见。张友成以为毛泽东已经将他遗忘在韶山那片青翠的竹林之间。在新中国成立后，乡亲们都纷纷给毛泽东写信，唯独张友成没有，他不想给昔日的好友添麻烦。一九五一年。 毛泽东的表兄文建全和文运昌进京会晤时，张友成这才写了一封信，托他们带给毛泽东。毛泽东在收到信后，立刻向表兄们详细询问了张友成家中的情况，并亲笔写下了一封邀请信，希望张友成能来北京与他共叙往事，畅谈今朝。韶山小木匠张友成撒谎智救伟人，建国后，主席给了他一项特殊任务，是什么特殊任务？他又是否完成了呢？ 张友成怀着激动的心情抵达了北京，他一下车就被热情的迎接进了中南海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待。毛主席紧紧握着他的手说：“那一次，若不是你大胆沉着掩护了我，我差点就没命了。”他们共同回忆着在韶山度过的那些日子，谈论着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。那些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，仿佛就在昨天。晚宴上，毛泽东主席知道张友成喜欢喝酒，特地制备了美酒。 与他举杯共饮，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宴会厅。在北京的一个多月里，张友成游览了京华名胜，领略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华。而毛主席则一有空就接张友成去聊天，共同追忆往昔。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张友成最开心的一段时光。在中南海涵和堂前，张友成还和毛泽东、毛宇居、文梅清留下了珍贵的合影。这张合影也是毛泽东晚年最喜欢的一张。 张友成身着青布棉衣棉裤，头戴便帽，脚着布鞋，站在毛泽东的左边。他的装束就是当时农村最为常见的，朴素而实用。正如其人，朴实无华，忠厚老实。很难相信，当年他可以从容不迫的向枪兵说出如此漂亮的谎话。在张友成离京之际，毛泽东赠予了他一件崭新的呢子大衣，一双精致的皮鞋，一顶时尚的帽子和一个实用的皮箱。这些礼物。 代表了毛泽东对张友成的关怀与厚爱，并且交给他了一项特殊任务，让他多多写信汇报乡中情况。张友成回乡后，人民政府每个月给他发一百五十斤大米，妥善安排了他的生活，让他不用再为生计发愁。同时，毛泽东还交给张友成一项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要他回到家乡后多多写信汇报乡中的情况，以便让党和政府更好地了解农村的实际状况。 张友成也不负毛主席所托，认真收集群众的各种意见，在忙碌的木工活之余，时常的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乡里情况。信件中记录着乡里的点点滴滴，有丰收的喜悦，也有遭遇困难的忧虑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张友成写来的信中却表达了强烈的不满。一九五二年夏天，韶山大平一带出现了粮缺猪贱的情况，粮食缺少了，这酒自然就没法酿。政府为节约粮食，还提出了禁酒令。 张友成豪爽好饮，自然就对此不满，便写信给毛泽东倾诉了自己的心声。这封抱怨信却真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了乡村的情况。毛泽东于当年的七月亲笔回信一封。毛泽东在回信中先是感谢了张友成的来信，对禁酒一事虽然未置可否，但他深知这位嗜酒的老朋友的心情，于是安慰他道：“等到秋收之后便可以开禁，到时候你便可以喝一点了。” 然而，命运的捉弄却在不经意间降临。一九五二年的冬天，张友成因病逝世。张友成的弟弟张思维在一九五三年八月才将这一消息告知毛泽东。得知好友离世的消息，毛泽东悲痛不已，他深表哀悼，感叹生命的无常和友情的珍贵。当然，毛主席对于张友成信中提到的粮缺猪贱的情况十分重视。农民出身的毛主席，让他对土地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他明白。 农民是国家的根基，而粮食是老百姓生存的基础。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百姓的情况，毛主席特地写信给毛雨居，询问百姓的生活是否有所改善，并让毛雨居也给自己汇报乡情。后来，在毛雨居的汇报中，毛主席得知粮食和猪的产量都有所提升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毛主席为什么要给张友成、毛雨居等人布置这样的特殊任务呢？这背后的考量深远且精妙。 韶山一带是革命的试验田，既包含了中国农村的典型特征，又面临着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。毛主席敏锐的洞察到了这一点，因此他选择通过张友成等人来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，从而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指导方针。毛主席注重与群众的沟通和联系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他们的需求。 这种领导风格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，也展现了他对乡村发展的高度重视。